这里是美国洛杉矶著名的 Santa Monica 海滩。你看这人潮汹涌，世界各地的人都跑这里来玩，来旅游。这是一个有名的观光景点。这个以前是就。可能100多年以前是一个码头，码头是船停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好多人吧，那时间久了，就变成休闲旅游的景点了，再也不开船了。这里有艺人表演，还有好多人在看。演出看了单位呢，我一般都是多少也要给点钱给他们的。请看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大炮。这个炮是个真的，是个假的也不知道了，放这里好久好久了。20年以前我来美国就看见它了，现在它还在这里。你看，它在对着海上太平洋，看多少人在这里，还有流浪汉也都在这里。这个流浪汉。都喜欢在这个地方，可能是有很多游客会给钱他们不？看看那边就是，太平洋，然后往那个方向呢叫马里布，那个马里布看烟雾缭绕，那隐隐约约的地方，那里都是有钱人的。这边呢，这就是码头，码头上面有个儿童的游乐场。据说这个游乐场呢，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太阳能发电的游乐场。这里就是加州有名的1号公路。他会就在海边，叫 Pacific Coast Highway，就是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。这个一直要通到九寨山那边去，然后在上面走会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。然后这边有些高楼呢，20年前那房好便宜的。2房1浴的房子只要24万，可是现在呢，70、80万、80、90万都买不到了。这里有各种车出租，你看他们都是租的车，到处开着好玩呢。很多租租的各种车，自行车也有。码头上有很多餐馆，据说这个，这个餐馆Bubba Gump Shrimp 这个 company 好像还拍过电影的，说很有名的。看看，好多餐馆的游人入职，好热闹的。这是海滩附近的一些建筑。鸽子飞舞，还有很多海鸥呢。哎呦，海滩上今天有点冷哦。海上面还有帆船，很多人在这里排队等着画画呢。你看，好玩吗？这小提琴一人拉得好好的。
就是这个小朋友的游乐场在码头上面的，多人哦，多人，小摊贩卖小工艺品的，多人在沙滩上面，因为好多人都在水里面，现在确实还是有点冷的，海浪往上面拍过。这个人在这里做石头像，小孩子好高兴。还 OK， 吃人们给他们吃食物。这喇嘛还是和尚也跑到这里来玩了，你看看。这是早年 Santa Monica 的一些资料照片。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大的照片，这个上面还停一个警车，这里还有个警察局。看见那个黑人在这里唱歌了，看他唱的好不好。Turn it down, turn around, we know how to be home.